国威尔特郡呢，中共拍卖了两件从铁达尼号打捞出来的物品，一件就是这个画面中非常精美稀有的14克拉的黄金怀表，是当年船上最富有的乘客阿斯特所拥有。阿斯特当年的身价呢，换算今年的身家呢是数十亿美元。那稍早前这只金表就被美国收藏家以117.5万英镑，相当于4800万台币的天价买下。另外一件就是铁达尼号管弦乐团指挥华莱士的小提琴包，那这个小提琴包呢，则是以大约1480万的台币卖了出去。